您现在收看的是《玻璃市大人》官方部落格，我是今天主持人 Norman。对，没错，就是 Norman。那《玻璃市大人》呢，还有11天哦，还有11天就上映，所以请各位告诉大家，一定要去看《玻璃市大人》，为什么？